同志们、朋友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二零二三年即将到来，我在北京向大家致以美好的新年祝福。二零二二年，我们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，破坏了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,蓝图，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时代号角。我国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，经济稳健发展。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一百二十万亿元。面对全球粮食危机，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，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了。我们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全面推进。 乡村振兴，采取减税降费等系列措施，为企业纾难解困，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疫情发生以来，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。 坚持科学精准防控，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，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广大干部群众，特别是医务人员、基层工作者，不畏艰辛，勇毅坚守。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，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。每个人都不容易。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，仍是吃劲儿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坚韧不拔努力，曙光。 就在前头，大家再加把劲儿。坚持就是胜利，团结就是胜利。二零二二年，江泽民同志离开了我们，我们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。 珍惜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，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。历史长河波澜壮阔，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，创造了今天的中国。 今天的中国是梦想接连实现的中国。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成功举办，冰雪健儿驰骋赛场，取得了骄人成绩。神舟十三号、十四号、十五号接力腾飞。 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，我们的太空之家遨游苍穹。人民军队迎来九十五岁生日，广大官兵在强军伟业征程上昂扬奋进。第三艘航母“福建号”下水。 首架 C 九幺九大飞机正式交付，白鹤滩水电站全面投产。这一切，凝结着无数人的辛勤付出和汗水。点点星火，汇聚成炬。这就是中国力量。今天的中国。 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。各自由贸易试验区、海南自由贸易港蓬勃兴起，沿海地区踊跃创新，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，东北振兴蓄势待发，边疆地区兴边富民。 中国经济韧性强，潜力大，活力足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变。只要笃定信心，稳中求进，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。今年我去了香港，看到香港将油质机兴。 十分欣慰。坚定不移落实好“一国两制”，香港、澳门必将长期繁荣稳定。今天的中国是赓续民族精神的中国。这一年发生的地震、洪水、干旱。 山火等自然灾害和一些安全事故让人揪心，令人难过。但一幕一幕舍生取义、守望相助的场景感人至深，英雄的事迹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。每当辞旧迎新， 总会念及中华民族千年传承的浩然之气，倍增前行信心。今天的中国，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。这一年，我在北京迎接了不少新老朋友，也走出国门讲述中国主张。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世界并不太平。我们始终如一珍视和平和发展，始终如一珍惜朋友和伙伴，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，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，努力为。 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，贡献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。党的二十大后，我和同事们一起去了延安，重温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战胜世所罕见困难的光辉岁月，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的。 精神力量。我常说，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中国共产党百年栉风沐雨，披荆斩棘，历程何其艰辛，又何其伟大！我们要一往无前，顽强拼搏，让明天的中国。 更美好。明天的中国，奋斗创造奇迹。苏轼有句话：“犯其至难，而图其至远。”意思是说，向最难之处攻坚，追求最远大的目标。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 做则必成。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，滴水穿石的毅力，脚踏实地，埋头苦干，积跬步以至千里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。明天的中国，力量源于团结。 中国这么大，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，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，这很正常。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。十四亿多中国人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同舟共济，众志成城。 就没有干不成的事，迈不过的坎儿。海峡两岸一家亲，衷心希望两岸同胞相向而行，携手并进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。明天的中国，希望寄予青年。 青年兴则国家兴。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。年轻充满朝气，青春孕育希望。广大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，涵养进取品格，以奋斗姿态。 激扬青春，不负时代，不负华年。此时此刻，许多人还在辛苦忙碌，大家辛苦了。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，让我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。 共同迎接二零二三年的第一缕阳光。祝愿祖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。祝愿世界和平美好，幸福安宁。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！ 皆得所愿。谢谢。